看出来了，你们这也在看出来了，头看出来了。说些啥？说话。今天好帅的小女生。现在也好帅的。因为平时在组里面，如果大家过来的话，可能会不太方便，所以，然后今天大家也辛苦了。然后以后拍戏啥的，也是尽量都不要去组里面，这种，就是咱们会在。合适的地方，合适的时间见面。好，一定要听啊！说了好多次。会的。那你真的是一个开心的，下次因为你万一真的要天天开心，好骄傲啊！我给他们拍一张，是吧？